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这个频道就是，我以这样的开场白，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之前和大家提过第一集，我买了地，准备要建房。现在房子呢，涉及到就是说这个第一阶段，就是它的外壳啊，它的里部啊，全部都这个已经设计完了，然后现在开始做第二步，污水排管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套的房子的一个设计图，还有就是我是如何就是从这个灵感，然后到这个房子的初步设计，到后面完整的设计的这么一个过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自己个人感觉应该也会特别有意思，所以呢，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现在开始吧。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话一直都挺想要一套在森林里的房子。所以呢，这次我买地就买了在一个森林旁，就那个区域，它的这个不能说森林，应该叫这个英文叫 woods，就是树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因为很多的地方，他们当时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树全部都砍光了，就变成平地了嘛。那我自己个人就是不是很喜欢，所以我现在买这个区呢，是有挺多的人会保留很多的树，再加很多的树是国家的那种森林，所以呢，我感觉自然环境啊什么各方面都很好。那我自己个人喜欢的房子呢，当时我就是喜欢这种房子，就是用木头造的这种房子，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应该看得清楚。就比如说，里面的话，我是喜欢这种样子的。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图。但是呢，我当时一直都想要一个就是这个样子的，里面是这样的，就是挑高尖顶，然后挑高，然后上面是要有二楼的，然后这样的话客厅就会看上去就是很有空间感。这个就是当时我就是这张图我是有给设计师的，就是说这就是我的这个 dream house。然而呢，我也挺喜欢这种平顶的，它其实不是平顶，它是斜顶，看到没有？然后这种斜顶的话，就是比起尖顶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尖顶的话，那个顶不是尖起来的嘛，对吧？这个斜顶的话，这个顶是斜的。哎，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个人也挺喜欢就这样子的房子的，就这种方块型的这种房子，就是这种我也很喜欢的方块型的房子。所以呢，最后呢，我自己就觉得应该要融合百家之所长，融合百家之所长。所以最后我们建的房子呢，就是有分两个区域的，因为而且我比较喜欢就是有两个区域，比如说这边是客厅，然后这边是这个卧室，然后中间有走廊连接的，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有比较有私密性，就是这边是很热闹的，然后这边就是禁区，安静的地方，就是这是我自己个人就是特别想的，所以后来我们的想法就是用两栋房子合在一起，一栋是有尖顶的，就是给大家看。就一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尖顶，客厅要挑高，然后有个二层楼，然后那个这个这边的这个二层楼的话，可以做一个房间这样子，然后还有一半呢，就是做这种平顶，然后就把这两个房子，对吧，合在一起。这是我当时跟设计师说的这个理念，然后我自己呢也动手就画了一下，就是用那种免费的 app 画的，就是这边是西面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呢，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挑高，就是2层的尖顶房，然后这个就是1层的平顶房，然后这里是一个卧室，这里是一个卧室，这里是客厅，然后这个是什么？客厅啊，厨房啊，洗衣房啊，然后二楼还有一个卧室嘛，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挑高，这是当时我给设计师的就这么一些资料，然后就说啊，我想要这个样子的房子，这个样子的布局。那当时呢，那个设计师看了之后呢，他就说啊可以。然后我们当时，而且我当时还跟他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第一就是我的3间卧室都是要带衣帽间和这个卫生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隐私性特别好。我就是比如说以后父母来住啊，或者以后跟孩子啊，我非常讨厌跟别人
这个共用卫生间，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三个房间一定要自带卫生间这样子。还有就是三个房间都要自带一个衣帽间，就不管这个衣帽间有多小，但是就是大家的东西就放在大家的房间里。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这个这么多年极简啊什么，还有我之前看了那个我的家里空无一物有关，就是说公共的区域咱们就保持一个非常干净，然后你不管是你自己的私人物品，你的衣服，甚至你的这个卫生间全部都放在你的房间里，那你的房间是怎样的那我不管，但是我一定要保持我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公共区域的一个整洁干净，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当时就跟设计师说我们要三个卧室带卫生间带这个衣帽间，然后就是要有一个还有一个卫生间，就只要卫生间它不是需要淋浴的，放在客厅，就是等于说我们要三个半的卫生间，三个卧室，一个这个一个那个洗衣房，就是说这个随洗衣房，然后还要一个就是office 就是那个办公室，这就是我们当时跟设计师谈的条件。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房子要是在朝着西，就是西南面的地方要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地窗，因为我觉得外面的风景比较好嘛，大概就这样。所以后来呢设计师就给我们设计了，因为他是不先，设计师是这样子，先给你设计里面的格局，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个外面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按照设计师给的一步一步来。后来设计师就给了我们一张他自己画的图，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设计师就根据我刚给这些就给我们画了一个这个图。然后当然这个图为什么我现在就是有这么多这个红颜色，是因为我们当时又做了修改，再拍了照片给设计师再去改。那么可以看到说这个图对吧，它是就是这个底下，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有个斜坡的嘛，所以当时就在想说这个车库放在哪里，最后决定车库放在厨房的下面，是做一个地下车库的。所以说从车库上来了之后呢，哦，当时他还问我说车库你想要那个楼梯是从外面进的还是从房子里进的，那我当时就说就从外面进吧，不要从房子里面进，也没有几步路嘛，所以当时就是这么设计的。但是像我爸妈什么的，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车库把楼梯放在里面会更好，比如冬天比较冷嘛，但我不是特别在乎这个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在乎的点不太一样嘛。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说这个房子我当时看到还是觉得挺好的，这边上来了之后一边是可以从这个阳台这里走，然后还有一边呢就可以进来，然后这个我用支笔吧，这边就是大门嘛，然后这边是可以给你放衣服的，然后这边是半个卫生间，这里的话就是那个客厅大概在40个平方，然后就是一个这个厨房阳台，这边是一个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放那个 pantry 的英文名，美国人应该叫 pantry，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这个机房，就是像我们的话冬天是要有那个锅炉啊什么的，就是有那个heating system 这种东西的，所以必须得放这里。然后可以往这边来的话，你看这边是洞区嘛，这边来的话就是一个进去了，这边有一个 office 对吧，然后到里面来的话这边是一个房间带一个厨，就是里面的厨，他那设计师就跟我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做那个步入式的衣帽间了，所以他这边就做一个这个就内嵌的厨嘛，那我觉得也可以，所以这个房间呢应该会给小孩子用吧，如果以后有小孩的话，然后这边的话我只要加一扇门就可以了，这不就变成一个衣柜了嘛。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卫生间带浴缸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我主要是准备给大人用的，或者我们或者父母这样。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个4个平方的衣帽间，然后还有就是卫生间，还有个就 office room， 然后这边走的话就二楼嘛，二楼的话就是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话我是准备当时就是准备给我们自己住的，就是主人房，然后也是带一个衣帽间，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卫生间，然后这边是阳台，就是说这边是进卫生间，这边是进衣帽间，然后这里是进阳台。那当时他就是给我们这个设计之后呢，我们呢就提了几个要求，就是有几个想法。第一，我就觉得卫生间太小了 ,4.4。所以我跟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office room 啊这个就是缩小，然后可以把我这个卫生间呢扩大一些。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15个平方厨房是不太小。
所以我当时，因为我当时看了很多就是美国的那种房子嘛，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厨房，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阳台好像也不需要，所以我说是不是要扩大？当然最后我还是第三稿的时候，我还是想要这个阳台，所以又叫设计师给改回去了。那还有就是有一个这个 kitchen stock， 那我自己是不需要这么大四个平方来放我这个吃的东西的这个储藏的，懂吗？就是我不需要四个平方，我不要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厨房够大，哪里都可以放嘛。所以呢，我跟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两个房间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就是这边可以放那个就是锅炉嘛，一个比较大的锅炉，然后我这边可以放洗衣机，我准备要放两个洗衣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否则的话，就每次洗衣服很烦，你洗完拿出来再洗，两个的话它可以同时开工。就是我想这边放洗衣机，然后这边的话可以专门可以晾衣服。就这样的话我衣服就不会晾在客厅，就是别人看不到，对吧？不然衣服洗完之后我可以晾在这个房间，因为它有十个平方足够大嘛。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我公共空间比较的干净。然后二楼的话，我当时有个想法，就是说，就我因为看到有一些人是这么做的嘛，就是说你从房间然后先到这个衣帽间，再从衣帽间到卫生间，这样子。就是这个是我，然后我跟他说这个阳台是不是太小了，就是怎么说，我跟他说这个阳台我是不是不要了，这样的话我不是就可以扩大这个房间的距离了嘛。当时就是和他是这么修改的。所以后来呢他又给了这个第二稿，看到没有，第二稿你看他把厨房扩大了，这个是刚那个是二楼对吧，然后这个是一楼，就是他有听你看厨房扩大了，然后他这个两个房间合并成一个房间了，对吧？然后这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他的卫生间我让他做大一点就做大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office 就是小了一些，就这边这样收进去一点。然后这就是几个就是我当时叫设计师改的，然后设计师改好。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就又我觉得不太好不太舒服，就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说这边是个厨房，然后这边是吃饭，然后这边就开一个窗，然后人家每天走过来，比如说人家走过来就可以看到你们在吃饭，我就觉得又觉得不太舒服。我在想说这个厨房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修改，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这个是唯一修改。还有一点就是这边你看看到一个窗嘛，但这边就是我们的邻居家，我不太想看到邻居家，所以我就跟设计师说，你把这个窗给我去掉，就是我不要，就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个窗你开着你还是一直要拉窗帘，那还不如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是你白天因为这边都没有人嘛，你不用白天拉窗帘的嘛，虽然窗帘是要装的，但是总比这样好对吧。而且我们的邻居就很害怕我们会看到他，就很奇怪了。所以说我就说那算了，我这个就不要了。我这个窗呢当时我也跟他说我不要了，因为我已经有这个窗了嘛，那我干嘛还要这个窗呢，因为窗也很贵嘛。所以我就正可能的就是看到这边的和看到这边的，就我不看到我隔壁邻居家的，就是大概就这样。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当时跟他说的关于窗，这个窗开得太小了，虽然我们这边这里也是有邻居的，有好多好多邻居，但是我在山上嘛，他在山下，知道吗？我是想不想把窗开在这边，我想叫他把窗开在沙发下面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沙发会，因为它四十个平方特别大，我沙发不可能靠墙的，我沙发肯定是放这里，然后我这边呢会放一个比较正式的餐桌，然后我不想要我的餐桌放在这里，我想把我餐桌放这边，因为这边挑高，那肯定在这边吃饭要比在这边吃饭舒服吧。这样子的话我这个厨房好像又不需要这么大了，所以我跟他说这个厨房是不是又可以小一点，而且这个厨房我不喜欢 L 型的厨房，我要一字型的厨房再加一个中岛，就这是我喜欢的这个厨房的类型。所以好了，设计师说啊可以，那我们可以再改。然后当时呢设计师就给了我一个这个外观图，对，这个就是第一稿改出来了之后这个设计师给我的一个 3D 图嘛。然后可以看到说这里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的房子你可以看到是斜的，看到没有，房子是斜的，所以呢我就是正好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呢做地下车库，也不能说地下吧，稍微挖下去一点点，然后这里的话这个高度，因为这个高度是9米，我们的地最低是9米的海拔，最高是11米的海拔，12米的海拔，我们造的地方是在12米，最高的地方以12米为基准线，
造嘛，那么这边9米的地方不正好可以做个自然的地下车库嘛，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这是尖顶，然后这个呢是平顶。当时呢我又觉得不太好，看到这个 3D 图，我说这个不要圆的是吧，能不能把这个窗改成正常的，这个圆呢就让我觉得我住在船里，但我晕船，我不喜欢住在船里。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顶嘛，你看上去是斜的，其实这个顶是平顶。那我们这边下雨比较多，我总是担心这个平顶会有问题，就最起码给我一点斜度吧，是吧？所以我要把这个顶改成斜顶。这个是我当时跟设计师看了外观之后说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房间，就是我二楼的房间嘛，开的是天窗。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二楼的房间，你可以看到二楼房间这张设计图嘛，他当时把这种窗，因为它是斜的，所以像这个窗它是斜的窗，就是是在屋顶上的窗啊。当时我还跟他提了要求，说我要在衣帽间这上面也要开窗，就是上面是个天窗，下面我挂衣服，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这边要叫他加一个天窗。还有就是我当时跟他说我要在走廊这边给我加一个天窗，所以呢当时设计师呢就是给我加了，就是走廊的天窗还有这边的天窗，反面他也加了天窗的。但我说你为什么要造两个天窗，我跟他说我要一个天窗，就是一个大的天窗。所以后来设计师呢就又改了一下，我也是挺烦的，就是说我当时还跟老公说，我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应该是个挺好弄的，就是你知道挺好弄的人，也不是那种很刁钻啊很怎么样的人。但是吧后来吧，因为我还是很客气，其实我一般都不给设计师压力的，就是我是很希望就是我和，因为这个项目是我和设计师共同完成的，那我希望就是说我能激发他的一些灵感，是不是，就是这是大家共同完成的一个作品这样子。我并不觉得我花了钱你就应该要这么做，就是所以我跟他或者我让我老公有时候跟他说的时候都很客气很婉转的跟他说，但我想应该没有人会不客气的说话对吧。对，但是我觉得后来我想想我自己是蛮难弄的。后来呢我们就是做了最后一稿，就给大家看最后一稿吧，方案中间还是改了一些非常小的一些这个细节，然后最后呢就是最后的这一张稿，你看设计师给我打个大的嘛。然后这个就是地下车库的位置，因为他做地基嘛，然后这边就是厨房啊什么什么的。他有问我说你的这个地下就是 under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你到底是想要多大，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只要停两部车就可以了嘛，所以当时就跟他说这边是停两部车的位置，30个平方，这边给我再延长1米这样子。那1米的话这边的话大概就是再多7个平方吧，这边好像这边宽好像我记得是7米吧，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我可以就是以后可以放那个架子对吧，比如说一些割草机啊一些工具啊什么，我就可以放在这边，我只要多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不需要多很多，我不需要它整个这边的这个 space 啊都做地下室，一个价钱也比较贵，第二个我觉得对我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们家就是东西不多，所以说就对我而言这个储物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考虑特别多。让我看一下该怎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最终的成稿，就是说可以看到说这边上来对吧，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个这种人行的道上来，然后有一个楼梯对吧，我的铅笔呢，它上来有一个楼梯，然后这边呢就是玄关，这个玄关我觉得它设计挺好的，因为我不想要我这边就这边的这个宽度嘛，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否则如果你窄一点的话不是你就会觉得很压抑嘛，所以我觉得这样设计宽的这个样子更好，就是一进来就会感觉啊还是挺有空间感的对吧。而且这个房子呢这个斜，它当时呢也改了斜顶，就这边高这里低，因为这里睡觉的嘛，这里低，高的低的地方是两米六，最低的地方是2.6米，我记得最高的地方是4米还是3米多，哎呀我忘了，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斜度的。所以这边的话可以说又是挺高的，又空间感又够嘛，而且它肯定是三米多的挑高这样子。这边就是这个办公室嘛，然后这边就是衣帽间卫生间，我让他窗帮我改掉了，
然后这边的窗也没有了，房间、卫生间这样子，大概就这个样子，对吧？然后这里的话，你看到没有？我让他给我改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窗子。然后在厨房这里，我也让他改掉了，就是你看这边放厨房的用具，这边大概3米5，然后再加一个岛台。我们家现在厨房就是3米，就是这个大小，我觉得也就是也够用。但是如果可以再，因为我们这边还要再买一个岛台嘛，所以说这个厨房的储物肯定是够了，对我而言。然后这个阳台我还是让它这样造，我觉得挺好的。然后这边这个阳台呢，我其实不是为了要一直出去坐着，就是为了就是这边可以放些花花，放些草草，因为没有谁，反正对我而言。我不是一个喜欢去阳台坐着，而且去这个阳台，那我还不去这个平台呢，那不是更大吗？然后我当时还叫他给我改了一个，就是这边的玻璃窗，看到没有？这边就是落地的玻璃窗，然后这个火炉就是放在中间的。让我看下，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修改了。然后二楼的话就是这个阳台也是在里面，坐在里面了。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这个 roof window 对吧？天窗。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天窗，他也说了会加天窗的。然后这里也会是有一个天窗，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设计。然后这边都是挑高的一个空间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设计。然后最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房子的设计。然后呢，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成品啊，前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边是楼梯上来，侧面这边有个楼梯，这个楼梯进去的一个空间呢，正好是这个侧面这个楼梯进的这个空间呢，正好是可以看到没有这个空间，然后直接就可以到厨房嘛，就是有两个楼梯这样，这是这个的侧面图。当时设计，我让设计师再去给这边给我加了一个 window，但我后面又不需要了，所以我又跟设计师说我不要它了，然后他又给我去取消掉了。然后这扇门也是个玻璃门，它也是可以透光的。然后这个玻璃窗呢，我不是一块比较大的落地玻璃窗，就像就是是两块小的，就这个样子的。然后这是另外一面，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屋顶。然后这边是个斜面，当时呢设计师没有加天窗，然后后来我又跟他说你忘记了，我这个地方是要一个天窗的。后来设计师又在这边给我加了天窗，这个天窗其实就是，走廊的天窗，就是不走上去这边有个走廊吗？然后这边的一个天窗，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另一面的设计图。然后这个设计图嘛，我后来还是有叫他修改，就是我想把这扇窗、这扇门移到这边来，然后这几扇，就这边就是门嘛，对吧？开了一扇门，这几扇我不要有这个一格一格一格的，这是我老公说的，他有一整块，他觉得这样的话这个视觉感更好。然后这边就是一扇门可以走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整的一个。图纸，但是后来呢，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上楼，你发现没有，都是走楼梯。那以后有了孩子啊什么，如果有推车，那是不是特别的不方便，对不对？因为全是楼梯啊。所以呢，我们又跟设计师说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设计师呢就说，好的，我给你想个办法。那呢，他就想了个办法，当然这个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的确是可以，就是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的我提的这个问题。这什么办法呢？哎，我好像没有把这张纸头打印出来过，那我就用这张代替吧。这张不好，我就用这张代替吧。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构图，这样看好，对不对？然后设计图就是，设计师说什么呢？就是他这边不是进来嘛，这边上去不走楼梯了嘛，他在这一边上来了之后，这边做的大一点，就什么意思？你就是可以从这里，这边都不是楼梯嘛，就缓步的前面。绕一圈，绕一圈，绕到这，从这进去，就是它是等于说画出来就是，大概就这样，绕一圈。他就说你就当是逛公园吧，
那我就他说因为他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因为这边他的这个，我说那要不我这边做一个像残疾人通道什么可不可以，他说这个高差如果你要做这个残疾人通道那种的话太长了，就是这个上面太，就是它那个斜面会很长，它那个残疾人通道会很长，就算折叠要折叠好多下不好看，所以我就说那行吧，那这个也行这样子嘛，那最起码我可以有另外一个通道可以走，对不对？不会说全部都是台阶，对不对？那正常情况下也肯定是走台阶的嘛，所以就这样子设计。那么最后就是这个房子就全部都搞好了。那视频的最后呢，就是我会跟大家展示一段，就是这个房子，因为当设计师有一直有给我那个 3D 的那个，可以给我看那个 3D 的，虽然效果不太很好，然后一直卡，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哎，这个房子造完之后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呢，放一段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一个三维的一个 3D 的一个动态效果。那今天视频就拍到这边就完全都结束了，非常非常长，27-28分钟，然后希望大家有耐心看下去吧，没有耐心你也没关系，就是其实拍这个系列的视频就是对我自己生活的一个记录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以后看看也挺好玩的。那好啦，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